宝贝们，尼罗开会。我发现这个尼罗最近不是个很大了，我买的这个是特大的，你看，特大的就少一点，看那小的啥都有。可能就季节过了。看，沙子，我吃必须是去沙袋去内脏，因为内脏里面有沙子，这个我吃不了，就吃这块。我觉得这个黄没有那个肉好吃，这黄像果冻一样，但那个肉就是咯吱咯吱的。这块去掉。